那打火机不行。太棒了，又能烤火，又能照明，就是一个字儿野，太野了。哎呦，这火苗太大了，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点，好了。之前刻的睡袋，你看看，可厚了呢。哎呀，睡觉了。今天一天啥也没干，剪了个片子，晚上刮风，还没有发出去，只能等到明天发了。太不认真了，我要努力啊！我要对我的粉丝朋友们发誓，我要努力。明天一睁眼，希望看到白茫茫的一片，啊，一定非常美。啊，祥姐买的大厚袜子，还挺好。啊，好香。笑什么笑？睡你的觉。你闻闻，可香了。哎呀，关灯。嗯，笑什么？昨天晚上刮了一夜大风，应该说刮了一天一夜，到现在这风还没停。哎，突然好怀念我的风车啊！哎，要有风车在，一定充了不少电。现在电量都不足了，因为昨天一直在阴天，现在电量还剩72%。今天早上起来看一眼温度，车内是-1°C，车外是-8°C，不过还行，有睡袋呢，睡得还是很舒服的。穿衣服起床，祥姐也起床了，祥姐又整整齐齐的把床铺好了。还一夸祥姐，祥姐心里可高兴了，是吧？我是在笑，应该是把床收好了，不是铺好了。早上起来开会儿柴暖，开会儿柴暖好起床，然后赶紧上个厕所，解决一下去。这样等回来的时候也不会太冷。哎呀，不错，今天太阳出来了，就是风有点大，要找个厕所去。那边有一个垃圾坑，就跟这儿上了。哇，好冷。挡风玻璃的冰，哎呀，有太阳，后边的冰很快就化了。这个都是在车里面，冰和水都是在车里面。看，全是水。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鱼豆腐剩下的，已经冻得嘎嘎的了。天然的大冰箱。其实现在外面的温度啊并不低，也就-2-3°C、3-4°C可能这个样子啊，刮着风显得非常冷。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就吃个方便面好了。你昨天晚上还热呢。对呀，我想喝冻库。昨天晚上-1°C，小姐居然还说热，佩服佩服。没事，能吃就行了。我留给我了，那个好的给你了。咱不挑食，你吃好的。这有一个
把这最后一个平台的发完了，也开始吃了。我吃面就不喜欢吃烫的，我必须要给它晾凉一下，应该搁在外面。先把片子赶紧传了，本来昨天晚上应该发的，但是昨天网络太不好了。昨天的网络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巨卡，应该就是刮风刮的。我发现这个物联网啊，只要是一刮风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，那绝对给你玩卡。物联网早上起来特别快，刚才这个速度能达到2兆，但是一到下午，尤其是晚上就巨慢了。OK 了，定时发布，每天6点啊，我一般都会定到下午6点整，然后发布我的作品。现在温度是-5°，然后咱们现在充电是100瓦啊，这会儿是10点半100瓦，这就是冬天。OK， 吃饭，有时候它不待机，这样就会浪费电。嗯，哇，还有点烫，还亮了。朋友们，现在下雪了，看看我在车里是不是有点夸张了。嗯，等一会儿下大了咱们再出去看一看，看看我是不是穿的有点夸张了。我刚从外面上完厕所，简直太冷，现在车里的温度25°，室外的温度-5°。你今天吃什么呀？今天吃大便。真恶心。我还没有想好吃什么。紫菜，今天有紫菜汤吗？对呀。太棒了。真是太难了。他和他炒在一起，他和他炒在一起。什么和什么炒在一起呢？我买的。这个削皮刀是我有史以来用的最好用的削皮刀。上车。这土豆有点大，这土豆可冰了，冰手的。醋溜白菜吗？不，白菜炒土豆片。好，不错。哎呀，刚剪辑完，看看这一对，这全是一段一段一段的。干吧。还有上面这都是调的颜色呀，加的素材呀，老麻烦了。哇塞，这土豆还能吃吗？怎么有个窟窿啊？因为这土豆有心机，鸭有一心眼儿。鸭有一心眼儿。我一大心眼儿。排风扇那么一开呀，小烟那么一抽啊，小饭那么一做呀。我不热。我们这个大铸铁锅特别好，因为它高，所以炒菜的时候也不容易溅这个油，而且炒菜也特别好，然后还有炖什么东西、煮什么东西都相当瓦塞。这肉多肥！嗯，肥得好，肥得好。今天几个菜啊？3个。我天呀！最近咱有点太奢侈了吧。香，真香啊，我都饿了。你真夸张。我去，我都饿了，快点。红锅儿，小豆芽儿啊，怎那么一个香味哦。少点油。为什么这么少的油呢？因为有很多肥肉。我还以为你说因为咱们的油太好了不舍得。有很多肥肉，它可以榨油。刚放下油还没热呢。油不能太热，不然会糊的。这个油没有别的味道。呀，这我忘了切了。我靠，这么一大块。这块我忘了切了，怎么办呀？再拿出来赶紧切呀，还能拿出来。这大炒，
杂炒都受不了了。我怎么忘了切这块肉了？光聊天了，这叫什么？小炒肉是吗？哎，嚯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太呛了，全是雾了。还有，你这会不会磕鸡蛋呀？来个鸡蛋汤是吗？我们的筷子，看、要打啊！哈哈，这是我刚才那个从辣椒里边抢救出来的香菜放进去，我都放锅里又拿出来了。还蹲着做饭呢？咋样？太 very good 了。太行了，太哇塞了！好吃饭，还少一个菜，在这儿呢。喂、哎，我的馒头，我的土豆，不错。哎，太满足了。看我这满头大汗的，吃的啊，还热了啊，睡觉了。哇，今天晚上冷啊，今天晚上现在都-10度了。哇，现在车里头10度，外面-10度，我来给大家看一眼。啊、哦，这是室外的温度。-9.9，这是室内的温度啊，10度，9.5，这边也一样，9.5，电仓现在4.8。哎，我这头发，我这头发戴了一天帽子，怎么成这样？一会儿看看，还有多少柴油？估计柴油也不多了，柴烟柴暖还剩多少油？嗯，这抹布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靠，见底儿了。明天得加柴油去了，今天那个今天晚上也别用了，到明天早上起来睡觉醒了之后再用一下，然后就赶紧加油去了。嗯，没有柴油。嗯，我们睡觉了。哇，现在-10度了，外面好冷啊，睡袋里好暖和。